那就是空转注油，打这个，切刀部分，六毫升，注油，机油，对，对，蒸着，也放点油，对，每一个都放点，行，后边。后边这个地方，对，然后左边的地方放油，这个只要是运动的地方，一天两次。对，一天两次油。对，还有这个，只要是来回动作的地方，就开始上油。对，OK， 这是保养完成，这个是关掉。